记得又来了，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手背烫，这个救护便利条，然后这材质颇为不算皮革啦，但是也是蛮漂亮的哈，有些泡棉的表层，我蛮在上面腿，但是够钢丝纹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，但是我知道不是皮革。好，这边有 A 和 B。A 就是瘦的类型的 ，B 就是像我这大块类型，因为撑较大空，啊，这样撑较细空。然后这边可以放钥匙啊，或者是放零钱，欢喜的。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耳机孔，下面跟上面各开一个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泡棉的，啊，自己束带束起来。还有五个颜色啊，哦，这个不是算。荧光黄啊哈，但是你们是偏苹果绿的荧光黄，不是整个亮黄，苹果绿的亮。这个粉，这白，虽然，对，然后不会触控啊，可以的，啊，就这样子，简单吧，还蛮顺利的，没那个哈，这看这今晚技术弄这个，阿玛维防水，这个是半防水哦，轻微。因为是泡棉的，我，哦，正面的不要去吸湿，安尼，喏，报告完毕，质量还不错，质感不错，好，报告完毕，今天大便了没？